非常谢谢我们大家抽空哈、来欣赏我们今天的活动。我们今天的活动是由龙潭乡公所主办，今天的表演单位是桃园县客家文化研究协会，我承办这个龙潭乡的假日广场音乐艺术季的活动。我们今天呢表演的单位大家都看到了，我们的乐器都摆上去了哈、我们就看到就是国乐表演。我们除了国乐演奏之外呢，还有演唱，所以节目非常的丰富。希望我们的乡亲大家哈、就坐下来慢慢的来欣赏。也非常的高兴今天好多的贵宾到现场给我们勉励。我们首先介绍我们的严议员，还有我们立法委员的吕玉玲的特助潘宝凤小姐也到会场，谢谢。刚刚我们高坪村的村长罗村长，大家挥挥手。还有我们市民社会大学的谭老师也到我们的现场，谢谢你。非常的高兴，很多的贵宾等下陆续来的话，我们再一一的跟大家介绍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表演。第一首的曲目是国乐合奏，曲目是《迎春接福》，我们一起来欣赏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《迎春接福》。老师说叫我们去那个地方做动画。Thank you.
效果是差不多，然后晚上。都嘛个机师都唔在吼，大家抽空办公啊，或者平常时慢慢的、山的、啪啦啪的吼，来欣赏今天的活跃，这个是一大享受哈，真的是不错。